我是春泉，然后今天的话，我们就去看一下我的李子园。听说那个李子是成熟了啊，等一下去摘几个下来吃一下，走吧。哎呀，这里有着几颗，上边还有着一片家里面种的。来的老马。来有啊，你是今晚上啊？真热的，香了不？好热啊，你这边哪呢？对啊，我们讨厌吗？把手机来给这边。都你喊你啊？没有。看一下，这里这个小李子红红的，好有初恋的感觉。太爽了，酸酸甜甜的。哇哇哇，这颗的没有成熟啊，然后现在的话看一下，我弄了这么多，这个还是比较红的，试一口去。酸酸甜甜的，要的就是感觉啊。这个我们这边的话叫做试验李啊，在栽秧的这段时间的话，它就成熟了，但是这个还不怎么成熟。有没有想吃的？想吃的话给我评论留言啊。然后本期的视频的话，我们就。